设计卫生间是为了解决人们生理问题的。解决完生理问题后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卫生。卫生间的卫生不能马虎处理。像以下几个小常识，多数人认为很普遍的做法，其实都是不对的。快来看看自己中招没吧。一，究竟卫生间用完后要不要将门关上？卫生间卫生要想做好的话，就需要将让空间更通风更闲爽，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在如厕后将门开住，认为这样便于通风散气温，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厕后空间会有臭气和各种病菌体，如果这个时候将门打开的话，臭气和病菌体就会循环到室内，反而更加不卫生间。所以我们如厕后应该将门关上，然后打开排气扇和窗户，将废气排出室内，这样卫生间才会更加通风。啊，漱口杯可以不可以放在洗手台台面？不少人的习惯是刷完牙后将被子和牙刷放在洗手台台面上，认为这个想要用时拿取也更加方便。不过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对的，因为我们在冲马桶时，病菌体会随着水花溅起来，会在空间漂浮两个小时后飘过于物体上面。这里的物体指的是各种洁具和用品，包括牙刷和杯子。所以我们在刷完牙后可以将牙刷和杯子放到前道通风的地方储存，或者放在柜子里。三，消毒液、洗衣液等清洁剂能不能放在卫生间里？卫生间用久了需要用消毒液清洗下，洗衣服时需要用到洗衣液，而这些清洁剂不少人会选择放在卫生间。但是小编想说，卫生间的面积本来就小，空气不流通，而消毒液中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气体，一旦被吸入会影响到呼吸道的，所以建议大家像清洁剂这类的物品最好不要放在卫生间，可以选择更加通风的阳台放置。四，卫生间放置的垃圾桶要不要带盖？多数人会选择在卫生间放置垃圾桶，用于放废纸，但大家都知道废纸中含有大肠杆菌等有害细菌，而且这些细菌一旦接触到空气，繁殖的速度极快，对卫生间卫生并不好。所以我们放置垃圾桶时最好买个带盖的，而且每天都需要将废气扔掉。